我们要干嘛？我们其实今天要去台中跟南投，因为很多人都好奇我们到底在做什么。其实这一部就是一个简易 vlog， 美食网红的生活 vlog 吗？好，也可以这么说。哎，要中你，吓到我了，等下西朗嘞，差点就说，我们要换。OK， 我们一日 vlog 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太快了吧，老公。今天是宠物友善的主题，所以我们带着 Bonnie 出去。很多人会羡慕我们的生活，其实我也羡慕稳定的生活。对，我们很不稳定，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辛苦，对不对 ？Bonnie， 当狗也很累嘛。当狗也很累，总是在翻要咬什么东西。对啊 ，Bonnie， 第一站台中，再来会往埔里走，两天一夜，我们就出发。这就是今天拍摄的第一站，现在是11:29，我们到了台中，刚做一些前置作业，跟老板对接这样子。所以拍完之后就直接去埔里了。拍摄的时候就不是长这样子了，现在有点厌食，因为有点累。老板，那个内场可以拍吗？有些店家可拍，有些不可拍。但没关系，那就是只要呈现食物的画面就好了。因为我们影片有时候比较琐碎一点，不会像有些人一镜到底，就是我们呈现方式不一样。现在就是单单的片，都有一个白字拍档。现在就是在拍美食的特写，我们每次都会这么搞纲。一般的部落客比较少拿这样的东西去做拍摄，因为我们要求的是品质，品质本位。拍拍，现在单单美食吃透透。龙虾，拍完换我吃了。导演很胖，还一直吃，导演是个胖子。导演，我觉得再吃你干饭真没意思了，我要卡了，拜拜。现在在往南投出发。我们抵达目的了，这就是我们要拍的地点——鹿墟。走了，走了。我可以解放他吗？我们的包里尿尿了，这是从台南寄到埔里的尿。嗨，你好，这是好看多了。什么意思？你在跟厂商对接要拍什么？我们的日常，现在在拍食物的画面，手冲咖啡。这边没有位置可以让你拍，有这种户外造景的地方都很淡，我们常常会一直移动，就是为了追求画面的品质。今天要拍三间，好多人要拍，所以等于说拍了4-5部、5-6部，所以两天一夜全部都在工作。你还会想当网红吗？这边躲了两只小黄金。我们现在陆续咖啡厅，其实拍的有点久，因为它后面那边虽然很漂亮，可是食物拍起来很背光。那我们就继续完成它。好，我去看一下画面好不好看。这边是一个帅老板 ，A.K.A. 渣男，有没有？这间的咖啡真的很赞，我跟你们说不会后悔，来南投埔里一定要来这里。我们来到我们要入住的一个民宿了，这边有一个订房须知，白烂狗马上住到这边，他们人不够了怎么办？你说明星四缺一是不是？这间是狗狗住的，就把狗狗单独放在这边。你有没有把握他不会拆家？没有关系，这个是另外一个双人房，这可以防止打炮。但他在想什么？防止打炮，这门都是隔音门，所以你可以出去外面试看看。听得到，但是一点点。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？我爱老板。我说我们到了今天晚上要拍的最后一间鸽子。有些厂商很 free， 他会叫我们自由发挥，但是呢，就是还是要尊重一下。就一间店一定会有强根跟弱项，如果他说都很强，代表什么？他对他家很有自信。曲酱跟青酱是必点。必点啊，内容物我自己选。对啊，因为我就自己选啊。然后蛤蜊就是看起来很澎湃，用一下。如果这间店什么都烂，你就说老板很帅。你在抢他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我很常说老板很帅啊，忘记了吗？对，有人。好啦，我现在要去拍开场了。拜拜。拜。现在就是在侧拍我们的大肚女神丹丹。你的肚子可以走开吗？那你都在干嘛？我说我都在 Google。Google。那你都在干嘛？我都在打灯。哦。还有 Google。还有 Google。我也好想要 Google。这是根本酵素，然后菠萝餐包。好吃好吃。哦，火山瀑布。这边啊，我们刚刚有侧拍一些我们的画面嘛，拍完之后就换我们这些幕后人员在那边吃饭。我觉得超好吃。毕竟是我刚先吃过的，浓的浓，香的香，盘溪的盘溪，不错哎，很好吃哦。这间我只能说真的很有水准，我是第一次吃啊。你如果来到埔里啊，一定要来试试看。鸽子，好了，那就先这样子啊。
刚睡醒的头有一点帅，来突袭一下这些人在干什么。这不是丹丹吗？丹丹，来到这么高级的饭店，进来一步呢？今天要开团吗？那还不赶快跟我们下单？大家好，我是丹丹，昨天超累。跟谁呢？跟电脑。哎呀，好，下一个去突袭一下男生宿舍。哎呦，哦，一个人住这么好，哇！上面躺谁呢？没人。跟镜头说嗨一下。好啦，准备啊，差不多出发啦。今天是台风天，突然间全台都放假，什么都没得吃，而且甚至拍摄都会被影响到。看我们的脸都是水肿。对啊，谁说出来玩是好玩？这样我们来到南投吃的麦威德，心很酸呢。我们来吃到南投埔里的美又美。他刚刚把手挂到浓汤里面了。哎，南投很热情。好啦，我们就吃饭啦。哎，你好。昨天晚上太激烈。跟谁打炮？要跟他。啊？那什么？云雾？不是啊，天空之城啊。南投版是不是？我昨天因为前三太高级，所以把狗先放在想想。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，我们之前有去拍想想的那个旅宿哦。现在要去接狗，把狗接回来。待会导演我啊，有事要做，先离开。你要走路回台南啊？没有啊，会找朋友。你在南投朋友？超多的，鬼是不是？泰国都有朋友啊？哎，鬼是不是？今天来到我们的初许咖喱，之前我真有拍过，非常的好吃。这是他的菜单，这样就是这样子。昨天去玩的狗狗。因为今天不干我的事，所以我就素颜爽。你说一天嘛，我其实这部片主要是记录我们到底一天都在干嘛。反正现在就是要来发影片这样子，因为我今天开团购啦，好不好？工作了，他们现在很认真哦。喂，不行，下去。然后这只狗很认真，想要偷吃哦。现在呢，就是等他们拍摄完，拍摄完呢就开吃啦。刀工很好哎、欸，送点错误。老板，你太要求的。有听到吗，就是、网友？好的，谢谢，我们感谢他，最棒了。服务态度很好哦，这样子叫做一个 set。猪肉的话，一天只有提供十份，干好饿哦！我要等他们拍完。我平常就是这样子等，你懂吗？移动位置啊，这干嘛？啊，对不起，平常拍片就是这么凶，妈浪费时间，肚子饿了，干，完蛋了，越用越糟糕，可以吗？干都不回我呢，你俩嘞？我问你可不可以，不理我，手超酸的，请尊重每一位角色，他们都有他的功用。导演在乱，来剪尾刀。我们两个现在就是。要来干饭啦！平日午餐它是一个 set， 因为晚上来它就是一碗而已。我们这一趟的旅程也就差不多，所以大家其实就可以跟知道说，我们一整天下来大概就这样子，其实也是蛮辛苦的吧，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轻松啊。那就分享给你们，想订阅就订阅，不要订阅就拜。